首先说，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教研来做的话，个个都会成就。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愿意去真的去做。那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还是对因果呢，就是信的不深入，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太多，就是他自己不用心办道，那就是观别人的过失啊，甚至也是观师父的过失。相信因果的人呢，他就不会去管别人的过失。对一切有情，应做父母想。你看这个话讲的很简单，但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啊。应生爱如己子之慈心，应常承欢悦慈意，说无气愤之诚实语。就是心中没有丝毫的不悦意的那种念头啊，对众生就是真心诚意的说这种诚实的话啊，这个很好。若多说无意义之语，一生混乱，就是平常少说其语啊，少说废话啊。故言应合量，就是说话要知分寸，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说话，就是啊，就是不说废话。无意义之举若多，则障碍善业。那就是做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啊，故应该止息非法之行。非法呢，就是跟那个修行没有关的一些行为和这个修行啊。勿以无意义之诸作业为重。事后徒劳而无益也啊，事后徒劳无益。那他这个所谓的无意义呢，但是是根据不同的根基啊。这个在修这个人天道的人啊，对他来说，他必须要去修这个人天福报来积聚资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轮回的没有意义。那么呢，那对他来说，他这个做的业呢，就是十善业。那么呢，护持三宝啊，这个就是有意义的。那对一个修解脱道的人来说呢，那这些就变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就是要以修出离心呐、观修无我呀，啊，来对治这个世间的一切贪爱呀，包括这个一切饮食男女啊，这些业习都要去对治。那对一个修解脱道的人来说，这个就是有意义的作业啊。那如果对一个行菩萨道的人来说呢，虽然解脱道是一个基础，但是又不是最重要的作业。对一个行菩萨道的人来说呢，发菩提心呢，就利益众生才是最重要的作业。这是一个总说啊。我们接着学下面一条。第八，任何作业确难如意，盖由过去业力而成。故意以扩达为乐，意喜为正事意，直如死。那么正事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解脱道的，或者是修菩萨道的，就是中士道、上士道，这个叫事，这里在这里是指这个意思啊。正事的意，直如死啊，就是像跟死去了一样啊。故应该诚直而行。就是要真诚啊，要真心的去来做事情。此生苦乐由过去的业力而来，故不必怨天尤人，一切安乐却是上师的加持，应生报恩心。未服自心，难服他心，故应先调服自心。我们的一切安乐呢，都是上师的加持。这句话也没有错，因为我们说是三宝嘛，三宝的加持，就是如果没有上师三宝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寻求安乐，我们肯定现在还在三恶道里出不来啊。我们现在得到的一点点安乐，都是上师三宝的引导啊，引导和主要是他们的引导，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样子真安乐。下面一个是就无神通妙用，难成熟他者。就是自己如果没有神通啊，你很难就是去教化众生，成熟他人。
故应该精勤的修行，所积的资财财物绝放之而去。就是不要执着，故物为财故而积罪恶，就是对于这个财物啊要舍干净，不要为了钱财呢而积聚罪恶。为趋于财物的受用失无意义，故应行以功德而为庄严之布施。我们的这个布施呢，就是要一方面呢是真心的为了弘扬佛法，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等于是积聚一些自己以后修行的资粮。因为你去供养三宝的话，以后等你自己修行的时候就会有人来供养你，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因果了。就过去是我们今天能够出家呀，都是过去生生世世的供养三宝，那么才有这种福报能够出家修行啊，能够得到也是得到别人其他众生的供养。那以后你修成了以后呢，那么呢也度化那些供养你的人，让他们也得到解脱，到时候他们也会慢慢的出家修行啊，就是这样修行的那个前赴后继啊。第四，欲此生美好与后世安乐，应常守戒，着事多嗔。就是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叫着事啊，五浊恶事多嗔恨，应披悉嗔忍辱之铠甲。就是呢，末法时代要多修安忍，安忍的方法呢，我们也学了很多，但是你掌握了窍诀的话，也不是很难，没有掌握窍诀的话就是很困难，就对着这个嗔恨啊，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能够转念啊，不生气，然后还能修慈悲心啊，能够修感恩的心啊，感恩这个伤害我们的人啊，能够对他身体真实的慈悲心来，这个就是是真实的，就是你内心里发起了这样真实的慈悲心，不是那种说在嘴巴上的哈，就是没有用。其实修行呢，就是这些基础的这些资粮很重要。由懈怠之力至今无成，就是说我们呢过去因为懈怠懒惰呢，至今还没有修成，故应该燃起精进之火，放逸之途中将寿命消尽，故从今应具足定力安心定意而行。过去的祖师也是天天开示，就是叫我们要生死事大啊，把生死的这个大事情呢，时时不忘记，那么呢，就才能够对治得了心中的那些偷心。所谓的生死事大，就是处理心呢，就是处理生死的心呢。有的时候这个妄想出来的时候，你就想一想那个生死大事，妄心就会熄灭下去。用功啊，也是一种对治法吧。那有些人在禅堂里坐不住，过去善根不够的人呢，他这个出离心没修好就跑掉了然后呢就这里住两天那里住两天，然后最后实在不行呢就自己弄个小庙过起日子来了，就是这样。这样的人就是其实还是出离心没修好这样的人也是有，没办法，那功夫用不上，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如果有名师指点他把那个业障翻过去，功夫能用上去就好办了。其实每个人功夫用不上去了，一定是在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这个瓶颈啊卡住了，这个时候要有名师指点名师指点你，你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是吧？你去干什么，你去怎么做，那你要是听话，两三年以后你就突破了，突破了你就上去了，突不破你有些人一辈子就卡在那里但是他也不会退到哪里去，进也进不了，就退也退不了，就卡住了很多人用功啊，没有名师指点就是这样子的。这没有名师指点也是因为自己过去式的傲慢心，不敬师长导致自己这辈子遇不到名师傲慢还是这个傲慢心造成的其实名师还是有的佛菩萨时时都在，只要你真心的求真心的去求这个名师的话，佛菩萨一定会给你指点的，指点你去见名师，就怕你自己没这个想法
是吧？老自以为是，觉得我自己自己在那里瞎摸，能摸出来，以为自己能摸出来，这也是一种傲慢心造成的，看不起别人，对这个名师生不起信心来，那么你只能是这样子了，是吧？自己拿个书啊，或者拿一些大德的开示啊，很多人都是等大德圆寂了以后才生起信心，一样的哈，一样的，就是在世的时候都是这样，能看着他，你生不起信心来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慢心造成的，傲慢的习气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忏悔，要忏悔啊！你真的去修，你用心去祈求观音菩萨加持你，让你遇到名师，这辈子你才有希望，否则的话没有希望的哈。咱们今天读的那个万善根本从实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你没有师父，你想修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名师指点，你修在哪里出了岔子你都不知道，着了魔都不知道啊。第四啊，若对上师之教授生起了乐趣，如游乐逸之园林，则生死之流可贺于非空言，汝等谨记此诸要义，从此谛听，若遵而行，非常就是认真的去行持，非独余生欢喜，自他有亲亦得安乐，下愚之言悉各秉承。这是那个阿底峡尊者的谦虚之话啊。阿底峡尊者呢是这个藏传佛教的后弘期的第一大祖师，也就是他说嘛，这个当时在印度啊，这个最后的一位大德啊，他手里拿着100多个寺庙的钥匙，就是他的100多个寺庙的方丈，然后被请了又请啊！你看他们西藏人这一点还是有善根的，他们到印度去请大德哈，三番五次的去请这个阿底峡尊者，请到西藏来，就是他们对大德就是这种恭敬，这就是他的福报啊。大德是请来的，是吧？请了又请，阿底峡尊者开始是不去的，怎么都不去，后来被这样最诚恳的先请了以后，然后阿底峡尊者亲自问杜牧可不可以去啊？杜牧说你要去了，要去啊，才来到西藏，重振西藏的佛法。阿底峡尊者是了不起的，这些教员看上去还好像没有什么，是吧？但是其实修行的秘诀全部在这里面。这刚才念的是12条哈，如果你一条条去做到了，就是一个大成就者，就是真的做到了啊。当然我们每天这样的熏习啊，就是至少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的啊。以后你们出去遇到这个，是吧，别的大师啊，就跟你们讲法，如果他的所作所为跟这些都不符合，那你就要远离他。至少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是不是在修行。如果这个正邪我们都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被，是吧，被那个魔教邪教诱骗了都不知道，这就是麻烦。法是正的，是最重要的。阿底峡尊者说，末世众生依我教授传承，一心祈请既能够以我相见，这是受记啊。我死后往住兜率天，设有众生尽信我教法，必以我相知，等于相知就是相遇啊，一样的啊。阿底峡尊者就是他说了，他死后就是去兜率内院，在弥勒菩萨那里啊，到弥勒菩萨那去，也可以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阿底峡尊者呢，他们这个叫噶当派啊，你们记住，就是噶当派的第一祖师，也是后弘期的第一祖师。噶当派后来就是被这个宗喀巴大师重整一下，叫做格鲁派，也就是继承了这个噶当派的这个传承啊，也是非常重视戒律。因为到了公元1600几年的时候呢，还是因为受到这个红教的影响，他的戒律上又松散了，就是很多人不持戒，然后宗喀巴大师又重振藏传佛教，就是严格持戒，注重教理的修学，所以呢西藏的佛法又重振起来。我们汉传佛教之所以衰微到今天，就是因为不懂得次第，不懂教理，邪正分不清楚了啊，偶尔出个大德，然后很难能把这个佛法接下去。
不像他们那么样的系统和专业的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向人家学习啊，我们这个佛法才能够从政。马尔巴一师赐弟子教授三十言，马尔巴是那个噶举派的第一代祖师应该是啊。如果按照这三十个教研来修的话，我们也一样会成大成就啊！就是你要一句一句的去做，只以三宝为一，指就是法旨啊，这或者你的意思。第一个是皈依三宝啊，就是所谓的就是对三宝要有决定的信心啊，不怀疑三宝的这个任何一个宝啊，这个很重要。对三宝的信心呢，是要通过长期的学习了解佛陀的功德啊，还有长期的熏习这个佛教的教义啊，然后对于这个三宝的这个学习认识呢，连三宝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那当然你不会去皈依三宝了啊。你要相信佛陀他是这个宇宙间他的成就是当然佛陀这是个名号了哈，只要是能够证悟宇宙真理的人都可以叫佛陀啊，它是真理的话，就是说这个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那么呢证悟这个真理的人，开智慧的佛法生三宝呢，法呢就是通过你学他的法呢，就是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那生宝呢就是修行路上的也有凡身也有圣身啊，信为勇就是这个信心啊，我们要去慢慢的去增长自己的信心。首先要相信因果啊，有因果证见。如果离开了因果证见的话，就是肯定会入邪魔外道啊。因果证见是贯穿我们成就菩提道的，一直到成佛，我们都这个离不开因果证见。第三，分别为厉鬼。他就强调这个分别是厉鬼，分别是实嘛，无分别是智，分别是实，实就是我们八个实，这个八实啊，都是分别。分别就是不了解真相，智慧是了解真相。凡夫的分别心呢，都是带着业力的啊，就是颠倒妄想执着，这就是。那我们要慢慢的去掉这个分别心，慢慢的就是趋向智慧啊。智慧就像镜子一样的照啊，镜子照东西它不分别，它就照着你，一照就清清楚楚。那你要是分别的话，就像哈哈镜一样，你照出来的东西就是不是原来的东西。第四个很重要，我慢是大魔啊，我慢是最大的魔。你看我们也牢牢记住，我慢是大魔。如果有我慢心，你要一定要把这个大魔给它从心中给它驱出去，否则这个大魔控制了你的话，你都不知道，你着魔了，因为这个魔力很大，最后你还以为成佛了。所有的魔都说自己是佛，他不会说我是魔啊，那不可能的。他这个我慢心很大，我们能够看出他是魔，他自己看不出来。他自己能够知道自己是有我慢心啊，知道自己有魔障，他就会改了啊，他就能从魔障里出来了。所以说魔呢是就是障道的，就叫魔啊，一切障碍成就，障碍我们解脱的，障碍我们得到真正的自在啊。这个我慢啊，这个我慢是最大的魔障啊，因为我慢会让你不去认可善知识。轻慢善知识，甚至轻慢佛陀，对大善是没有恭敬，不恭敬，不请教，不学习，那你就是着魔了。第五，轻毁为大恶轻毁其他的这个修行人，轻慢甚至那个毁谤这也是大恶那我们道友之间呢，就是应该，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应该随喜别人的功德，是吧？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谁都有缺点嘛，是吧？哪个道人没有缺点，是吧？不要去轻慢别人的，喜欢观别人的过失，这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习气
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到众生的这个那种造恶业啊，或者是过失啊，升起大悲心来。那如果你能这样子，也是人家就很了不起的，就是至少你就是一个菩萨了。嫉妒为害道啊，嫉妒害道啊，就是我们也非常要注意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嫉妒心，啊，就是你要是看到众生的一毫之善呢，都能够随喜啊。甚至外道的善，外道啊，那个外道它不是魔道啊，外道的那个善德我们都随喜。那特别是跟我们修的差不多的人呢，啊，比我们修的好的人，我们更是要随喜赞叹，就是向他学习啊，要恭敬。那么呢，你当你恭敬赞叹这个修行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就会学到。那你嫉妒的时候，你就既学不到，又会伤害到自己啊，害道嘛，所以嫉妒害道啊。我们一定不能有嫉妒心，好胜心强的人就会嫉妒啊。这个慢心和嫉妒，就是我说的嘛，是兄妹，我们要非常小心。久能坏德，这不用说了啊。对吧？若乎失利以忏罪，则任流浪以流道啊，就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罪业消失。如果不忏的话，他一定要受报。第九，若为情及诸佛之善也，则不得佛解脱乐。这个修行呢，刚开始啊，真的是像推车上那个很陡的坡一样。刚开始修行是非常难的啊，因为我们的恶习深重啊，往下堕的那个力量很强，你要强行的就是行善的话，那就是非常难受，很别扭，所以说刚修道是很难的，就像那个穷人布施很难一样，这个吝啬的人你叫他布施那太难了，是吧？就是你要说铁公鸡一样，是吧？你要拔它一根毛，那是跟你拼命，是吧？那嗔心重的人，你叫他升起那个慈悲心来呢，非常困难啊。就是刚开始修道是非常难的，很难的，很勉强的啊。但是这样的人不转的话呢，就是很苦啊。所以菩萨们对这些众生就是大悲心，因为他知道众生转不动，他就你帮他，他都不愿意。啊，你天天拖着他往前走，他都不愿意啊，他还轻慢着，他还嫌你累不累啊？他还这样说你，啊，他觉得享乐很好。第十，未但十恶业，仍需受恶去苦。那我们自己检查就行了，是吧？所以说观察自己就可以了。你的十恶业在心里面，你起心动念，你这个十恶业只要不断，没有真断掉。你迟早都要受三恶道苦的，供养佛也没有用。你建一千个庙，如果你是只是来求福报，你自己的十恶业不断，你还是要下三恶道。啊，这里说的是未断十恶业，仍需受恶趣苦，就这个意思哈。这个善业还抵不了恶业的，你要记住，恶业只有忏悔才能消。没有忏悔你不可能去对治的，就是四对治理里面有一个对治理嘛，是吧？忏悔完了以后一定要去对治的，对治以后那么才能把业消干净，就是做正好相反的事。这个是一定要忏悔以后才能可能，不忏悔是不可能的。第十一，这说若未修习空以悲，则难得正究竟觉啊，就是若没有修习这个空性智慧啊，和这个慈悲心呢，啊，空悲双运啊，或者叫啊悲智双运啊，空是代表智慧了，悲呢就代表慈悲了啊，就是或者叫菩提心了。那么呢，空悲双运啊，才能够得到究竟的这个觉悟啊，离开一个呢就会出偏啊，你光修慈悲心呢，就会没有空性智慧呢，就会堕入这个悲魔，不能解脱啊！你没有智慧啊，你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虽然你的福报很大，但是就是你光修慈悲心呢，你会得到很大的福报福德，但是呢，最多也就是凡夫位的菩萨啊，不能得到圣位的菩萨
没有空性慧不行。若欲此身成正觉，须待此心无散乱。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修禅定了、你要是这辈子要想真正的证悟这个空性啊，真正的开智慧，必须要这个修禅定啊。没有禅定，你不可能升起那个真正的智慧了，你只能是一个解慧啊。解慧是有的，就是闻思慧啊，但是你要是证悟的话，就是不可能啊，心没有定下来，就是不可能证到真实的智慧。十三，总摄密布究竟以六法具足汝应修。这个密布的究竟义，也就是大圆满的义，是了义的义嘛。究竟义就是了义了啊，了义的教法就是啊。总摄这个义，这个六法呢，在这里应该是就是指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就是你首先要有究竟的正见。见地要到位，然后呢修布施，就是你这个布施啊，就是不着相的无相的布施啊。你这个六波罗蜜呢，就是真正的六波罗蜜，否则的话我们的布施呢，只是一种凡夫的布施啊，或者是凡夫菩萨的布施，都不能算是有无相的布施啊，那种究竟义的布施啊。就是同样是布施呢，境界是不一样的，差得很远。第十是总摄教授究竟义，秘密方便要道汝应修。这个也很重要。所谓的究竟义呢，就是见地啊，这个正知正见啊，究竟的见地啊，这个了义的见地你要有，如果有的话是最好了。但是秘密方便要道汝应修，这个方便善巧还是很重要的。你光有知见，你没有一个窍诀的话，你想修起来就比较难。但是方便善巧包含的东西很多。打比方我们修布施，积聚之福德资粮。福德资粮的话，同样是布施，如果你有这个秘法的话，你有好的这种方法的话，你会迅速的积聚这个资粮。打比方我们修公班扎，修公班陀罗，那么你这种观想啊，方法呀。这是祖师发明的，佛菩萨发明的，让你快速的能够聚集这个福德资粮啊，所以说叫秘密方便要道汝应修。所以要一定要有善知识，过来人把这个窍诀教给你，你才能够修出来，很快速的成就的啊。你没有方法的话，你就是瞎摸啊，自己乱弄，那就弄不出来的。这个秘密方便要道啊，这个是要靠，就是要靠师父传授。没有传授的话，你虽然你懂得教理，但是你还是不会修。第十五，若希求名利恭敬者，则彼已堕魔口中。这就非常危险了。就是说，你要是希求名闻利养，名和利还有恭敬。但你自己又没有这个德行，你自己没有这个德，那你就会堕入魔口中。十六，若自赞毁他者，则彼已堕威严下。自赞毁他，这也是很危险的啊！自己夸自己，那诽谤其他的修行人啊，就是不能诽谤啊，不能诽谤。就是我们特别要小心啊，自赞毁他的事情啊，就是这个道人呢、很容易犯的事情，就是同门当中是嫉妒嘛，就会自赞毁他啊，自己夸自己啊，说自己修行好啊，是自己呢、一般修行的没有说自己修行好的，都说自己修行差的，是不是？就是你真修出来了，人家都说自己修的不够，一般都是这样，就是真的有这个德呀，都不能去宣扬自己的功德。信仰自己的功德呢，说明你自己还是有这个，是吧？希求那个恭敬啊，那毁他就更不好了。你毁他就是你，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你毁他是吧？对你自己的解脱生死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毁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要不就是嫉妒，要不就是希求名闻利养，是吧？
就是佛门的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很麻烦的，就是因为不能自赞回答，是吧？就是别人有问题啊，特别是有些完全就是不如法的，甚至在佛门里面搞诈骗的人呢，就是犯法的行为，那有些人都说，哎，这个我们不能回他，我们不说。那不说的话呢，佛门就越来越乱越烂，就是这个东西很难遵守，是吧？所以说呢，要让正法久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好好修行。每个人如果都管好自己的话，这个正法就会久住。你看在家居士，你们做护法的人也要，是吧？我要好好修行，好好学，那你就不会犯错，你就会护持那个真的，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识别到。因为当你自己正在修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你没有修行上路的话，你就不会去护持到这个正点上，那个时候你只能靠碰运气。到了末法时代，你的运气就不够好了，没那么好了，是不是啊？你十个能碰到一两个就不一定了，很难说了。当然了，这个修行人当然都有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每个人上来都是戒律一定完全清净，是吧？然后就道心坚固，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改善自己的。就怕一个人啊，就不变了，这个人不动了，不求上进了，这个不求上进的人就完蛋了，是不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不断的在进步，只要一个在进步，一个在求上进的人，虽然他可能现在根基很漏劣，但是他在求上进都值得大家供养啊，都值得供养。我们也不要去对他太苛刻啊，就是去观他的过失。虽然他有过失，但是他在改，他在努力的改，这就值得我们随喜赞叹。这个要注意哈，看别人是不是在进步，而不是看这个人啊功德有多大，而是看他是不是在进步。如果他进步很快，那是最好的，最值得供养的人。第十七，若为调伏心相者，教授一等七惑言。那心中的大象啊，就是非常的不听话啊，能不能教授呢？就是不起作用。第十八，发心为大农。大农啊，大农就是他种的田很多很多啊，质量很广啊，就是说这个发心的重要性。同样是劳作，干同样的活，但是你发心大，发心正确，那么收获就多啊，就是得到的利益就是大。发菩提心呢，你就是喂一盘屎，喂一个狗，那么得到的功德比那个你没发心呢，你没有发菩提心呢，拿无数的钱供养三宝的功德还要大。这你看这个差别多大，所以说发心为大农啊。如果你发菩提心来供养十方修行人，那你就不得了了，那你就这辈子你一定能成就，成大德了。无生为妙见，这几句话你看都很重要啊。这个轮回无乐处啊，很简短一句话啊，或者悟世苦为患，决心即是佛。这个话呢，意义都很深远啊。勿须多言，舍此无生语，若因修行于此诸善道。那就是这个就讲完了啊，我们就不讲了。